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蜘蛛人的模组啊。这次蜘蛛人模组又更新了好多东西啊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基本的呢，就是跳出去呢，可以这样子拉这个线，可以俯冲更快哦。那它可以冲刺 ，OK， 然后它可以爬这个墙壁哦。等一下，这墙壁边爬边冲，超级快速，咻！看看他有什么特殊招式啊！啊，只有这个老兄就你了，哦，踹一下，这样就倒了，哦，马上引起骚动是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没关系，不要走哦，哦，滚过去了。OK， 我们看一下他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啊？这个是好像是什么蜘蛛网的炸弹球吧？丢出去会炸开这样子，哦，哇，哦，好酷哦！哎，他居然继续跑啊！哎，老兄，你东西掉了，不要再跑了，都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这没事啊，然后炸，它粘住了，哇，太强大了，抓东西起来丢了，哇，哎，大家可以侦测到敌人哦，敌人好像在附近啊，来，非法聚集啊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萤火晚会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还冲上来？他是有顶起来的吗？不要走了！想干什么？哇！他又挣脱了啦！挣脱了！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！嘣！好酷哦，这招式好棒哦！他炸开之后还可以影响到旁边的敌人哦。这个无敌，这无敌！哎，你想去哪里？他自杀了，不要跳下去啊！你也是共犯吧？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想去哪里？给我回来！叫你不要跑还跑，炸死你！哈，还要跑走？哪有这样子的啦？啊，终于黏住，终于黏住了。OK 的。我们再来看看它有什么特殊功能啊？这个是，这好像还有一个敌人在上面哦。啊，找出来啊！在这里，用近战哦！啪！粘住，快点！哦，碎了 ，OK。啊，再来是什么功能？看看。这有点像那个《快打旋风》里面那个，这样子好吧，这样子好，试试看。咻！面对那种大很多敌人的时候，这样子是其实还蛮有用的。来，再来，又有一个非法聚集在这个屋顶上面，我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。冲过来！这个是可以把敌人电击啊，蜘蛛丝含电击功能啊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叫这个小型蜘蛛的机器人跑出来啊，可以帮我打。啊，好像不行，还是哪边错？先近战把他们处理掉。好了，附近还有两个。不要跑！警察来了，不对，蜘蛛人来了。我用这个，黏住，我啊，都跑走、哦。攻击波这个比较厉害啊，试试看。一发一个，哈哈，他爬起来了。哟，哈哈 ，OK 啦 ，KO 了 ，OK。我们继续探险一下，还有什么特殊功能？被车子没有用哦，人居然这样黏出去了，这个女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回事啊 ？OK， 然后，哦，这个姿势好啊，心机独立啊！啊，警车！
你这是枪战啊！警察先生，这么危险，还是在家休息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歹徒就交给我了，好不好？你先回家休息。哎，警察被撞，他被撞了。警察，你先躺，黏着不要动啊！我去帮你解除他。哎，别想跑！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功能？我看看，这个是可以把人家黏在地上是吗？喷他，然后他可以，哦，他不能指定方向，他可以黏到任何一个地方是吗？哦吼，这有点好玩嘞，哟，哦，他离不开那个杆子啊。哎，你当他挂了，来再来再来再来，哎，哦，吸走了，吸到这个车轮下面，哎，这车上的可以吗？哦，看起来不行啊，试试看这个，咻，拉倒了啦，哎呦，这个黏住了，应该有机会，哎，嘿嘿嘿，哎，这好好玩哦，哈，甩出去了。他挂了。OK， 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这个是干嘛的啊？这个是也是非法聚集啦，好不好？直接用近战解决他们啦。近战的招式多了一些啊。哦吼，这是什么？把他踢出去了。哇，杆子啊，他起来丢了。嘿，抓不到我啦，抓不到我！哎呦，黏住了！哎呦，慢空半，他是在跑步哎，黏住还可以跑步啊！黏住，挣脱了，黏住，哦，吸走了，看不见了，还有两个，放哪去了？哎，应该在上面，哎，下来，去旁边，哦，碎啦！看看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好了，这个是蜘蛛网的，对吧？蜘蛛网。你看到，射，射到站不起来，射，哇，喷汁了。啊，我来试试看这是什么。哦，把人家吹走的，很厉害啊，哇，两下就倒了。那我们出去玩一下，我看到一堆人，来，喷一下，翻好多圈啊！哇，哎呦，哦，翻滚哦，男孩，翻滚，咻，翻，哇，再翻，哇！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招式是这个小型的机器人哦，那蜘蛛机器人它可以做。攻击敌人 的招式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可以对车子进行攻击啊，可是感觉没什么功能哎，感觉没什么用啊。然后大概是这样吧。其实这个模组介绍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